那这个呢是这个徕卡啊，这个徕卡目前卖到了两百多万欧元啊，这个世界最贵的相机啊，徕卡 M0 世界上仅存六台，其中能够照片就是这一台最贵的啊，知道啊，世界最贵的相机就是这一台啊，这个呢就这个啊，这个柯达相机啊，柯达相机发明第一台数码相机啊，1975年，现在很不幸柯达倒闭了，他自己发明的数码自己倒闭了。啊，我为什么讲这东西呢？我们后来讲，后边我就讲，是不是拿最贵的相机我就能够拍出好照片？不是的，不要以为我试问，我借这个相机借你一天1万块钱，你能够拿出去能够拍出伟大作品吗？拍不了，是不是？不是相机贵多少的问题，因为我们中国的群体都是相机的奴隶，没有说是我们真正去从艺术上理解一个好照片啊。OK 啊。我为什么强调这个？就相机不是最重要，主要还是人，你要表现什么啊 ？OK 啊，你看中国大军啊，这个标配的是吧？啊，这个一般都是啊，什么大三元、小三元呐、啊，好像没有这个就不是摄影师了哈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说啊，我们有个奇谈怪论，就哎，我刚刚学摄影哎。老师的给我出个这什么给我推荐一个，我就一步到位啊，10万8万啊，咱有钱啊，啥啥都不缺，就不缺钱，你给我买没有介绍一套好相机吧，啊，你买房就买个最好的，反正不会过时，我告诉你，世界上没有最好的相机，只有最贵的相机，最贵就有没有最好的，最好的相机你手上拿的那一块就是最好的相机，比如说拿的手这个就是最好的相机。关键你又怎么表现这个画面才最重要，这个观念要转变，不要以为我只要有好相机拍出好作品，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啊！刚才我讲那么多都没有一张讲啊，只要好相机拍出好照，除非你拍月球啊，有特殊的可以拍。OK 啊，这个摄影的理念啊，我们要知道啊。这个讲讲我们所谓手机它是怎么来源啊，知道我们做学术的一定要知道。啊，怎么来的？怎么发展起来的？这是我们第一张手机，就是这个卡恩的女儿，这个工程师，美国工程师，就在1997年，啊，他在这个产房，这个女儿的美国医院的产房门口，他当时用的卡西欧的相机，一个摩托罗拉的这么我们叫大水壶了，还有一个手机电脑，他拍用了卡西欧的相机拍了以后，就存到电脑手机电脑用。接了线，他马上在门口，在自己他工程师接了线，就传给200个亲友，告诉他们：“哎，我生那个女儿了。”这一张就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第一张移动的照片，就手机照片，它的移动，通过移动，它的无线移动来成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摄影史上第一张所谓的手机照片。这一张呢，就是这个2014年的深圳一个摄影爱好者叫李强，他用努比亚手机拍的这个银河，这张照片就北京天文博物馆就收藏着，这是第一张用手机拍银河的照片。手机拍这张呢，就我用这个手机 iPhone 6来拍的，在万米高空，美联航的飞机隔了2层玻璃这样拍下来的，多清晰！就是我这张手机，不是别的，就是我手上拿着这 iPhone 6，隔了2层玻璃，在我们普通的窗这样拍下去的。这个照片我放到18寸，很清晰，是吧？啊，多清晰的门度啊！啊，也可能单反都没有我拍的那么好。这什么地方啊？这是美国西部嘛？就西部。美国西部的河流，你看到吗？这河流嘛啊，你看这是河流啊。这山谷啊，这万米高空拍下来的，不是坐直升飞机哦啊，万米高空而隔了2层玻璃，但我是用的手机的后期做，我全部在手机里面完成的，我是投稿、后期分享，这个收稿费、卖图片全部在手机，很多以为我说啊，你老师你拍完之后电脑就我没有，从来不用电脑，就是手机全部搞定。我们手机的那个这个善用快门的很重要啊，你会不会用手机的快门很重要啊，我估计在座的能够用它的快门估计只用了2个，比如说换键啊，这里啊嘟嘟嘟啊啊，这是第一个啊，我告诉这个苹果手机有5个快门应用啊，第一个就是我们经常
看看旁边后面行间。第二个就是我们大小声音，这也是快门，你们可以现在试一下大小声音。你要是拍着照的 TikTok TikTok， 就好像我们玩那个啊，就能够照的。很多人都不知道啊，这个功能很多人不知道。因为我为什么推荐这个对记者对人文摄影，这个旁边的快门很重要。我很多握大奖就是用这样，从来不按这里，很重要啊。第三个呢，你插条线的耳机啊，大小声听说也是快门，都是快门，控制那个摄影的快门啊。第四个呢，就遥控听说听说，就离机啊放在这里，放在这个放在这里遥控，离机遥控啊，这个遥控器才几十块钱，在网上都卖的啊，几十四十块钱左右。很便宜，人民币还是人民币啊？哎，我昨天讲人民币啊，估计美金就是几块钱吧，十块八块啊，很便宜。最后一个就是手机本身定时功能啊，定时啊 ，iPhone 呢这个它有两种，一个是三秒，一个十秒，就三秒就拍两张，十秒就拍七张，它自动的啊，就五个快门，你要中文能够运用，你都可以运用手机能够拍的无限的啊，很多很多你平时看不到的画面。后面我也有结合的作品、啊、跟大家一起分享。那我们讲讲这个是比较很重要的一个理念，就是什么叫好照片啊？手机能拍好照片吗？那我们所谓首先要对好照片有基本的概念，有定义啊，或者是基本的标准，虽然没有绝对啊。我们好照片说，首先基本的前提就是我们要这个主题要明确啊，主题要鲜明。第二个呢，主体突出，就是你这个照片有个主体有非常突出的。第三个，构图或者的表现技巧有一定表现，哪怕表现一个云或者表现山，你到底用慢门呢，用快门呢，用什么的技术表现，用仰角，用什么镜头，用拉近呢，用长焦来拉近它呢，啊，这个就是一个表现手法。那具体来说有六个啊标准啊，我们要判断一个好照片很重要啊，很重要啊。第一个，我们说一好照片，首先有个 idea， 要好的想法。第二个呢，要突出照片的瞬间性。第三个，我们判断一个好照片呢，就是稀缺性，稀缺性就很重要。第四个呢，我们构图精妙，构图我们构图很重要，尤其手机构，从某种角度来说，构图基本决定一切。第五个，难度高。最后一个，就我们这个判断一个好照片的故事性，你这个图片有没有故事元素在里面。我们讲这个东西目的，我们引出一个主题，就是说无论你用什么，无论单反啊，你用什么什么佳能两三万的镜头啊，没有一样是这个是清晰的。我们为什么这么迷恋这个单反，因为它是操作非常精确，而且就非常清晰。我要告诉大家，清晰只是好照片的其中一个标准，不是全部标准，是不是？往往我们握大奖，包括美国，包括普利策奖，很多蒙蒙查查的，哎呀，这蒙查照片就大奖，我连入大奖，我拍的那么清晰的话，哇，内心那么清晰，为什么我连入选都不入选呢？啊，连普通入选不要说大奖，就原因就告诉大家，好像就这边品种。这张呢，那又是这个荷赛啊，荷兰的那个国际新闻比赛啊，二等奖，这中国摄影师拍的，他为什么能够握大奖？它这个选材非常就环境有独特，就稀缺性有故事性，这是个中国的卖淫的妓女，给中国人这个派出所抓去的啊，五花大绑的看手料，那人家就看了，哎呀，而且做的画面的强烈对比，它只是个卖淫女，你需要像重犯三犯的绑得那么厉害吗？不需要吗？这人家感到同情他，不是鄙视他。第二个呢，它环境非常独特，就是说中国法律表面很严格，而且但另外一方对人性的一个侵犯啊。第三个呢，他摄影这个摄影家很巧妙的把他的脸部，他低头的时候拍下，就保护了这个女孩子今后还要做人，保护了肖像权啊。所以后来他都合赛了二等新闻二等奖啊。这个很简单，假如你去，你用手机也拍，没有什么镜头，不需要什么佳能啊，什么尼康啊，不需要，手机比他拍还要清楚。但是呢，为什么他又能得奖？就他的环境独特，他就是拍摄难度，
派出这种镜头只有两类人能拍，第二个就法纪事实，第二个就派出所审，就公安局警察局人才能拍。你能拍就你爱给我拍一拍，能不能进去吗？不可能，那就是难度的。所以你要学会看图片啊，图片啊。今天晚上一个重点啊，就是说我们跟大家分享十种这个手机拍摄法。第一种呢叫标准拍摄法，第二种叫陷阱拍摄法，这个都是手机的啊。第三种叫松拍法，第四种叫仰拍法，第五种叫九十度盲拍法，第六种就叫自拍啊，自我拍摄法，第七种就遥控，用离地遥控啊，第七种就慢门啊，第九种呢就自动拍摄啊，最后一种就是多重曝光拍摄法啊。那下面呢，我就分别对十种拍摄法跟大家分享啊。这个都实际应用是很有用的，很实用的，这所谓干货都有用的。那这个标准拍摄就按照这样啊，你点也可以点到空间了。但我基本拍这种就都是按那个大小声。像这个就用这种拍摄法，我就沃德的 APP 就美国那个苹果公司的年度啊，这个奖项啊。这个在巴斯，在这个英国巴斯，这个人走过去啊，他为什么好照片？他就有的动态瞬间性。其实这个人走过去，我会看到走过来，我就靠在旁边呢，我预估他过来，他过来一过，我走死了，他猛跑，这猛走这个英国绅士。后来我就嚼英文 ，Hello， 咁啊，看，即刻 ，Thank you， 搞定了。我不认识他的，我真的。我因为怕人们从来不摆拍的，就这样讲讲了。那为什么好作品呢？好在哪里？这个用了我刚才不是讲好作品的六个标准呢，三个基本原则，六个标准。第一个构图妙，你看这个构图，第一个符合主题，主题鲜明，它的主题就粮食，就以民以食为天的主题。这个是全国这个手机门类的全国摄影大赛。啊，这我都获得一等奖，一个又是我啊。他怎么打？但这挖框看到没有？这挖框，这个双挖框构图妙。第二个呢，这个又是一个挖框，看到没有？就双挖框构图，就构图就很妙。第三个表现鲜明的兴趣点就是老头，啊，红色代表希望，代表火热，生活红红火火。还有呢，你看这么多辣味啊，这个激昂格就变成丰衣足食一片啊，太平盛世的景象，非常符合这个粮食的主题。这张获得一等奖以后，奖励我什么东西？奖励我一吨优质大米。那这个是就用超广角，就加了一个广角上去，这样离他的羊头这样这么近拍着4公分，这样拍下去盲拍的，你以为我拍下去这样盲拍跑，那这样羊角拍有的跑出来，就避免了很多人，当然有旅行团几十人在这，你只要这样拍俯拍全部人没法表现啊，所以要避开他啊。那这个也是啊，这个是我拍的，比如说我当时拍的情景就这样，我看到这个字哎很感动，我有哎也，但是你光是拍的字啥也没用啊啊，在广州的这个农贸市场，我就等有人见过我。其实我为了拍这样拍了15分钟，你不会以为拍这样很简单的，拍这样很简单啊，也不是碰着没有碰的。我在等，哎，有这个，我要想，哎，有个人，有个有兴趣人走啊，走很多人，我就拍很多。好啊，等，哎，我看到十几米有这样一个，我觉得这可能可以了。那走到这来，我一看，你看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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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拍是这样。后来选了这一张。选了这张呢，就把它裁出来，就变成这样。那这样就好是吧？天道求情，是不是全表现出来了？啊，这个就手机大量都需要二次构图，啊，它不是说一次成型的，因为它没有变焦，不是变焦。你假如就数码变焦出来就不行的。OK 啊，第三个呢就是啊，将手机叫松拍法。什么叫松拍法呢？就是快门嘛，然后只要打开手机啊。啊，镜头不是对上的，那不是怎么有影像呢？这个快门嘛，这样有什么好处？这个就最适合新闻隐蔽拍摄，包括广州公安局都请我去讲课，报社也请我讲课，就怎么拍怎么隐蔽。他现在一定要纯一个静音状态，静音状态懂得吗？好啊，第一个两个标点，第一个静音，第二个用手这个快门这样。
比如说你在市政府办事，有个市长就接着啊啊请餐，哎阿雪一来，在就我装着发一个紧张，你干什么嘛？哎阿雪阿雪你干嘛？我已经拍了，我已经在拍，我们取证正在取证，你根本不是，你不要广州不要设法的事，哎呀你胡说八道，我全部拍下来已经，哎这个怎么办呢？我已经拍下来了，很有用的，生活很有用，不是一般，是真正有用的。我很多奖就这样搞出来，你以为快哎给我拍一个啊，给我拍没了 OK 那我就怎么样，我就移来移去，我就移来移去，这样停，拿移来移去，移来移去，碰一下碰一下再碰一下，拍完以后呢原图就这样，后来我就裁，那不是这样，这样叫各有所思的吗？那原图这样，这个是拍摄原件，这二次构图变成这样。第四种叫做是随时拍摄吧，这怎么又是刚才只不过这样，现在变成这样，这样就更隐蔽。就比如说这样，我经常用这个办法拍乞丐啊，拍取证。这一张呢，这张这个地方那就是我的工作照，不是这那你看我在电梯里面有枪有这荷枪实弹的，这压钞我都够敢拍。你看那这个地方咋？这不是手机吗？那我现在拍照片。那个是你的哦，我这个就我，这是我，他就自己，这个就我，镜子翻过来嘛，电梯嘛，这是工作照，就是我当时情形这样去拍的，你看，谁都不知道我在拍照片，明白吗？这个工作照不是作品，这工作照，那这个是我，这个是压钞，那这么近的这一两米我都能拍。你在这个环境里，你够的，哎，你够那里很威的，我能拍吗？当然不可能的嘛，是不是啊？前几年我带学生去到教堂旁边拍，就出事了。这怎么呢？我要他连拍了两个，一个静音，一个拍地上，绝对不能现场看。后来他教堂有个黑人的教徒，他就拍一下看一下，拍一下看一下。干嘛？我不想过你听老师，你比我强，我就拜你为师了，是你要听我讲，拍完以后永远不要看到门口再看。第五种呢，这个是更绝啊，这个是比较有技术含量更高，叫九十度盲拍法。什么九十度盲拍法呢？就是说，首先第一个把它静音，完了这个镜头不是这样，就这样。九十度，我人是视线在这里，这个镜头上这不成这个夹角就九十度嘛，那这样。就装着打电话，那比如说啊，比如说这种适合什么叫密集人群，就是正隐蔽，这种呢就取得根本谁都不知道，我就用这个获得很多大奖的，就密集人群啊，你比如说用单反的，用卡片机根本不能举机的，只有这种方法能。为什么？比如说这里有三个要点，第一个静音，第二个九十度，第三个一定要讲话。你不要不讲了，一样，比如说地铁叫他啊，大哥，我还有两个站到了啊，谢谢，就这样要讲。你比如说我对着这么你不讲，你肯定是肯定不行的嘛，是吧？你就讲嘛，你不是好，快了快了，还有两个很多的，拜拜，怎么搞？你还有你比如说你拍讲你的角度掌握不了，这样转一下，转一下，递一下，接一下，七八张还不够啊？足够了。是不是足够了，是吧？那因为我也不能说保证肯定人的，因为后期裁就行了。那比如说了，这里一张，这里一张，你拧一下，这里一张，这里一张，这里一张，来。拍完以后静音了，还有第三个，千万不要看，因为旁边很多人看着你的。看完以后放在口袋里边，出了门口搞定。这张就是我很多大，这个跟着习近平去访英，就这张照片获得无数奖啊。那这个就真的行刑了，那这个就是原片，那比方我拍的就不是很完美的，看真的，我也不完美的啊，这个我拍七八张，我只不过刚就看到有这个人，那个一个男一个女，就我就马上有我已经拍了很多，我马上拿手机的，好像拔枪一样，来正音拍，哎，还有两个站，哎，快快，很快的啊，哎，来，再来等等我啊，很快到，拜拜，搞定。我还胆大到故意让他听见，就知道不是我在拍他。讲话的目的叫避免人家以为拍他，假如你不什么，肯定知道你拍照。啊，这个隐蔽的拍法嘛，这个是奥运会的官员，我在北京坐飞机，我当时看到这个窗外，这个就窗。
会下去。这个飞机窗，哎，很漂亮。后来我怎么拍的？我坐在旁边没有起飞，我就在。哎，哥们，我还有几分钟起飞啊，回来请你吃下吃饭吧，拜拜，就搞定。你假如我这，因为我距离只有50公分，在隔壁，我能这样？哎呀，我怕我就这样等吗？肯定不行的。你假如这样呢，不跟上也不行，用这个也不行，用这个也不行，只有这个，这三种方法 ，OK。我的 model 德国的奔驰汽车的代言人的 model。啊，我在工作室拍的啊，拍什么？我把后面压了，这个罐头是我要它扛上去的。这个手机拍的不是单反拍的，在工作室我同样手机拍的啊，拍完以后，后来我在网上卖了$100啊，我不是讲钱的，就是我意思说，手机除了玩，它有回报的，价值不是重要，但起码你得到手机是能够登大雅之堂，是不是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这样啊。那像这个洋葱没有登过了，你看，那为什么好照片呢？你拍了这个东西，把它裁成这样，为什么感动？当初我裁了，我投稿的，我自己掉眼泪，自己感动自己。为什么？你看中国的小孩都是小皇帝，那人家一个乡下来的，哎呀，他还在过年还要给自己去卖这个葫芦，赚的小钱，这个社会的一个悲哀也可以说是啊，就这个意思啊。那这个也是的，比如说这种的也有用，仰拍很多，你比如有些像叫教堂啊，哎呀，怎么老是拍不全的教堂？这个是南昌那个滕王阁，很多没有拍过全，我拍全了，怎么拍的？我加了那个广角，怎么拍呢？你怎么这样怎么拍都拍不了了，怎么拍呢？首先你两种话，一个遥控，后来我当时没有带遥控，很简单，放在这里地上，这搞定。后来没有遥控，我就把它调到自动启动自拍，10秒马上放在地下走开，不上去就拍出来。而且这个手机放在地下的非常稳定，一点手动都没有，非常非常稳定，所以图像极清晰。我这横着拍的很漂亮，这个啊，拍非常漂亮，横着全景拍摄啊，手机也能拍得这么清晰的画面出来啊。这个有诀窍吗？拍的这么啊，诀窍是这样，一般你不要用手来摇，这怎么？你要蹲着，最好去学点中国功夫啊，蹲着用腰。比如说这开始是这样，手你不要这样胖，是怎么样？这样用腰。把这吧，你按下去的，用拧腰，这个手是不动的，拧腰，拧腰，对，拧腰，跳舞也是一样。会有心盲呢？心盲是上帝加上去的吧？心中有光，天空就有光了。OK。星光的后期软件加上去的啊，后期软件。OK 啊，本来是拍的很好，但星光我确实加上去啊，所以证明你读懂原则之后，你读懂了，你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。成功了一半。你读懂啊，所以这我刚才不是，你读懂原则之后，你成功了啊。啊，我们手机摄影呢有10大秘诀啊，第一个稳住相机啊，少用变焦，不是，当然小用不是不用，现在只要双镜头、三镜头的都可以变焦，但是只是当一倍、两倍左右，不能多倍。一般是华为啊，两镜头、三都可以变焦，就损失有一点，都不像我们单镜头损失那么严重，是这样，它肯定损失，是这个意思啊，它知道有损失啊。手机少用变第三个呢，就要善用快门，刚才不是5种快门，你善用，你就发出很多精彩画面出来啊。第四个经常清理这个镜头，因为构图，还要对焦准确，就刚才我的锁焦要对着，你想看。第二个呢，你拍了以后，基本上90%都二次构图，不要以为拍一张就构图很好，都要二次构图，就重新构图，重新裁，重新调整位置，重新裁，啊，这很重要啊。我有个课程叫二次构图万发照片生命力，我其实我这整个手机系列有8个课程，一套出来啊。第九个呢，要连拍择优啊，刚才不是说你要对特殊东西，怎么那么啊？第十个要适当的后期编辑啊，等一下就马上讲后期编辑啊。这个讲构图的，因为很多构图我就不讲，构图也是专门一节课啊。
因为构图呢，我跟他讲讲呢，有两个法则，就要让大家希望掌握一下。第一个叫做开放式构图，第二个叫封闭式构图啊。什么叫开放式构图呢？开放就是把一个要表现的完整的目的，把它框起来。这种法则呢，一般都适用于风光，用的很多。就把比如我人整个全身，那就叫做我要表现的瓶子，整个瓶子拍出来，叫做封闭，就封闭起来。那假如我只是表面，我要裁，我就表现瓶子这一节，那就开放式构图啊。那像这个啊，那我要表现的画的一半，或者三分一啊。所以往往看到广告，一般你像有尤其美国的香水明星，一般都是没头的。他为什么只表现眼睛，头分散注意力？我裁到的头，人的所有精力就放在眼睛去了。啊，这个开放这个最要学习的东西是什么？它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，增加想象力。封闭式构图没有想象力的，是这样啊。所以这个我们的美学修养要懂得人家观赏达到什么美学的效应出来。OK 啊，那比如像这个。这个也是我拍，这个不是手机，这个用单反拍的。我多年我握了很多奖的，这个是 model 啊。那比如说我假如把这个 model 开出来，哇，你肯定杀三级片了，是吧？我这个叫银河不乱的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银河不赦是吧？你看，我也把这个人保护他的肖像权，我又。同时表现的水花叫似水流年，啊，我要又一次法国获很多奖的，啊，这样这个就是这个构图，其实拍出来肯定是全身的，就封闭式构图，后来我就裁成这样，啊，既有曲线又有表现的手，这个是表现手法，一定要二次构图做出来，所以大家要学习或者分享，我建议大家多在开放式构图多学习多运用。大胆去实践啊，啊！所以我们结论就是说，我们摄影首先摄影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劝告啊，一个我的心得就是，手机叫三狠，狠拍、狠裁、狠删，记住三句话。就刚才我连拍，裁，狠拍。第二个裁，使劲的裁。第三个。过一个星期至少最少一个星期以后，擦全部删掉，否则一个月就暴击。这个是我带学员去我们粤北山区拍啊，很多人就这样拍的，拍老头。我其实我在后边，这个是原图啊，我就在这后面，这我是学生拍的，我又拍的，后来我就把这个裁出来，就变成这样。当然，是你裁起来就会这么清楚。哎，所以这个就法这个老师嘛，这个老师，这个呢，我后来裁了以后，那你看很多老把它去掉，把它做的一些变形就变成这样，对，黑一点。这样就握到刚才我中兴手机全国比赛大赛，20,000多人参加，一等奖只有一名，就是我。什么奖？这张照片，中兴手机全国大赛一等奖就我，只有一个人。奖励我一部手机，刚才的手机奖给我。也可尊敬，莫说水中多变幻，水也清，水也静，柔情似水，爱共。Thank you.